大家好，我是小熊草。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影片呢，是包括肩章在内的马文佣兵的故事，以及四之二章。那马上就来看到我们的四之二章的地图，接就是马文接续的故事喽。看到这边，我有个最大的疑惑，就是沙漠仙人掌泡菜到底是吃起来是什么样子？希望澎湖人可以做出来给我们吃吃看啊！大家知道澎湖盛产仙人掌吧？就他们很多仙人掌饼啊之类的。如果有空去澎湖的话，可以去看看哦。这里一定要解析一下这个跳台啊！这个跳台用跑的时候跳出来的距离是那样，然后用那个加速器的时候会更快嘛，所以跳出来的距离会是更远。如果是完全不跑，直接走过去踩的话，那距离就会近一点，就可以达到三个距离了。Thank you.
じゃわしの相手になる。Thank you.
跳舞的不是我们骑士团团长吗？到底在搞啥啊？我们就接着看下去吧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左下角按赞，右下角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消息咯。我是小熊草，那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